脚一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很脏的。你要不擦脚，你就爬上那种床上去。
有起床的，我很累的。怎么讲？你可以，你要非要去房间，那你就可以睡在地板上，我给你弄一个，弄一个毛毯，你睡在床台上或地板上都可以，但是不能趴床上了，好不好？吉祥，你先说话了，那你说话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要不你就睡在你猫窝这里。你看猫窝挺好的，挺可爱的，为什么你要爬我床上了？是不是？强哥，强哥，强哥，你看，你看你咬我手，你抓我手，你看你咬我手，你抓我手，你咬我手。你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欺负我一个女孩子？你说，而且还是一个赚钱养你的女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太讨厌了，你太讨厌了。洗澡又不乐意，真是跟你说话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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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你玩，可以玩了吧？哎，黄秋呢？黄秋去哪了？那个小家伙，那个小家伙，那个小家伙。我去拿快递了啊！你的鸡胸肉到了，我去拿快递了，你就在家乖乖的，知道吗？吉祥，吉祥，强哥，你要跑到啥吧？那里干嘛？啊？你瞪我干嘛？你看你把沙发装成什么样了？幸好是布的，如果是在广州家里面的那个皮的，被你装这样才能用。我说不对吗？你瞪着我。就说你猫窝就在这里，你不睡就趴到我沙发上去。大哥，你自己看看那个沙发被你装成什么样，新沙发呀，大哥。你从毛梁里面扣好不好？你这个也从毛梁里面扣，那个也从毛梁里面扣，那就不用吃了，就喝了。在家了，听见没有？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拜拜，我要出去了。你乖乖在家，不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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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家，重要的事情说一遍，不许在家，不许在家，不许在家。